据媒体报道，由迪士尼花大力气重点打造的自家流媒体平台宣布名称为 Disney 加，将于2019年下半年正式上线。目前，该平台已由迪士尼宣布确认在开发的剧集。漫威电影《宇宙人》气角色洛基的个人剧《汤姆·希德勒斯顿》将继续出演洛基，《星球大战外传》《侠盗一号》的前传剧《迭戈·鲁纳》继续出演卡森·安德，《星球大战》剧集《曼达洛人》由乔恩·费儒打造，《歌舞青春》外传剧集仍设定在东高，新人物新故事，音乐剧电视剧演员 Joshua Bassett 已确定出演男主角，还有皮克斯大热动画《怪物电力公司》衍生动画剧，消息还未经迪士尼确认。传言在开发的剧集则有一部《红女巫》、一部《猎鹰与冬兵》的独立剧，粉丝纷纷表示给洛基疯狂打 call， 超级期待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